北京时间1月3日，湖人主场迎战森林狼，37岁詹姆斯继续担任首发中锋，又迎来两大里程碑，出场数超越加里佩顿升到历史第16位，罚球命中数超越大奥罗伯特森升到历史第4位，连续打破两大历史记录。第一，詹姆斯出场数达到1336场，正式超越加里佩顿1335场，升到历史出场榜第16位。目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分别是皮尔斯1343场和科比1346场，本赛季超越真理和科比应该没问题。第二，随着对阵森林狼罚球命中7球，詹姆斯职业生涯罚球命中数达到7695个，正式超越奥斯卡罗伯特森7694个，独享历史罚球命中榜第四位，排在老詹前面的两位是科比8378个和摩西马龙8531个，退役前有望超越科比和马龙。詹姆斯不仅是史上最年轻场均得分25球员，也是史上最老场均得分25的球员，如此数据对比更凸显老詹的不可思议，美媒直呼勒布朗不是人类。最近一段时间，37岁詹姆斯开启全力詹模式，已经连续7场30不算今天的比赛，12月份场均轰下 30.7 分 9.3 篮板 6.5 助攻 1.6 抢断 1.4 盖帽，场均得分提升到 28.6 分，仅次于杜兰特，排在联盟第二。最后再次恭喜老詹超越名宿破纪录，继续书写伟大的传奇生涯。